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东尼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来一个有三个卖点的槟城的其中一个景点。第一个卖点呢，就是它只有一年才开一次灯；第二个卖点呢，就是它拥有一座很大尊的观音菩萨像；第三呢，就是它已经拥有百多年的历史了。所以给大家看看，就在我身后。对，没错，我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极乐寺，因为一年只开一次灯，所以我们就是来看看吧。 Let's go。 最近的影片呢，都是带大家去看灯，可是呢，这一集呢，对，没错，还是一样，我也是带大家去看灯，因为极乐寺就是一年开一次灯，所以来这里当然是为了看灯啊。还有那些佛像呢，我就不大方便拍了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拍佛像是对神明很不尊重的，所以呢，走，继续看灯。因为今年是狗年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可以一直看到有狗的装饰品。好，极乐寺方面呢，就带大家看完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转上去观音像那边，走 ，Let's go。对，我已经到了，其实呢，它就在我身后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很大尊，因为它一年只开一次灯，所以呢，每当新年呢，我们都会上来看看这里的灯，看看它有什么改变嘛。这里就已经变成了新年的时候呢，槟城的其中一个旅游胜地了。新年呢就快要完毕了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还在槟城的话呢，可以考虑来这里看看。虽然它一年只开一次灯，可是呢，它一次是开一个月了。如果有空呢，可以来看看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让我来跟大家讲个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和分享，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咯。我是安东尼，我们下个星期六见，拜拜。